十一月初，华为五大军团正式出征，任正非为军团出征发表了一篇震撼的发言。他说，和平是打出来的，我们要打出一个30年的和平环境，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，历史会记住你们的。等我们同饮庆功酒那一天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先不管华为能否共饮庆功酒，但是单单这句出征词就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。在历史上，我们的先辈在朝鲜战争中为我们打出了和平环境，让我们后代能在70年的时间里享受到百年难得的和平。现在我们同样站在科技战争的十字路口，我们面临的抉择是和先辈们一样，不畏惧困难，为中国科技打出一个未来，还是得过且过，躺平求生。来做个调查，面对这样的抉择，请问你们会怎么选？是全力拼搏，还是直接躺平？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血性的，是愿意全力拼搏的，不说直接去贡献一份力量，但心里还是愿意支持华为的。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并不这么想，这些人会责怪华为不该反击，觉得太高调，会适得其反。还有些人干脆埋怨华为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，会导致很多人失业。说实话，有这些疑问的人真的不在少数，但是在熊猫看来，这种人的格局真的小了，就和当初援助朝鲜前的某些人一样，他们不相信中国能赢，所以就怕战、怯战，甚至还没打仗就责怪起敢于反抗的人。其实归根到底，这些人是不懂得华为到底在干嘛，所以对华为没有信心。正好我十月份出了一篇华为煤矿军团的视频，我就判断出华为军团能为中国工业探索一条百年的道路。当时我并没有深入聊如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道路，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。这次恰好任正非也说打出未来30年的和平，所以就借此机会一并讲清楚华为军团到底是干嘛的，又是如何探索出一条出路，真的能为中国谋取30年甚至百年的科技未来吗？对了，本期依旧硬核，各位大佬可以先点个赞再收藏，熊猫拜谢了。大部分人不知道，华为用科技拼出30年的未来其实是有先例的，而且主角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。当时啊，美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严重退化，面临日本和德国两个新兴国家的冲击，国内经济也因为产业转移导致民众失业率大幅度提升，可以说是内焦外困的局面。美国民众为了改善困境，就将希望寄托在4年1度的总统选举上，希望美国领导人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。当时比尔·克林顿就看准美国的困境，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演讲《复兴美国的设想》。在演讲中啊，他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第一，他大赞美国大规模建造的高速公路网，他不仅振兴了国内经济，还把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相互连接在一起，让美国取得了20年的高速发展机遇。第二，他允诺将在互联网上再建一条类似的道路，规模和效应将与50年代的高速公路一样，可以让美国实现复兴，并且领先世界科技。1993年，克林顿凭借该计划击败了如日中天的老布什，成功当选美国第42任总统。在他当选总统的第一年，就兑现了承诺，颁布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信息基建计划，用来发展卫星、通信、计算机等先进信息产业，并将电信、光缆铺设到美国的各家各户。因为互联网与公路相似，都是基础建设，也同样将整个美国连接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计划就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。美国工业有了高速信息基础后，生产效率提升了40%左右，并且给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，经济开始迅速恢复。但这还不是这项信息基础建设的伟大之处，更重要的是啊，它的战略延伸到各个科技上。1994年，克林顿在美国的信息产业的基础上，将该计划升级为全球信息互联网计划，准备通过卫星和光缆将全球的网络连接在一起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。欧洲、日本乃至中国都开始制定自己的信息高速网，全球产业链也因此而诞生。而美国作为信息产业的主导者，必然是领先欧洲和日本的。而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，经济还未稳定，也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资本。美国凭借信息产业的先发优势，重新夺回科技上的绝对领先位置，为美国企业和未来战略奠定了基础。如果说美国政府主导信息基础建设是铺路，那么美国科技企业就是这条路上的行者，他们凭借道路的优势可以轻松碾压其他的企业。美国的科技巨头微软、谷歌、英特尔、IBM、 苹果以及一大堆隐形的世界独角兽公司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，他们中的每一个单拿出来都可以卡住其他国家的脖子。可以说美国就是凭借这个计划实现了科技灯塔国的称号，这就是信息基础建设的战略延伸意义，不仅为美国赢得了30年的领先地位，在未来百年美国也将因此而受益。而华为军团要做的也是同样打出30年的未来。上次我在煤矿就说过，华为军团将为中国探索百年工业未来，很多人还不信，其实是有道路的，基建是由国家带头建设的，这没有错，
但是国家铺完了路，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，能不能让中国企业在道路上跑得比其他国家快，就需要我们的科技企业去亲自走一趟，为自己也为中国去探索更快的走路方法。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任正非会说要为华为打下30年的和平未来了吧？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政府铺路，美国科技企业走出了康庄大道。现在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机遇。2020年，中国大规模建设5G 基站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七大新基建内容，就是在为我们未来30年甚至100年科技发展铺好的道路。而且这条道路中国铺的比其他国家都要快。我们的 5G 基站占全球的70%以上。我们从空白到落后，再到世界领先，经历了数百年的磨难，才为我们科技企业铺好了道路。可道路是铺好了，如何行走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。新基建和高速公路、信息产业都有着巨大的区别。公路可以带来交通上的方便，缩短人们的出行时间，所以大家都支持大力发展高速公路，甚至还诞生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名言。而互联网同样可以带来沟通上的方便，延长人们的沟通距离，所以每家每户都要拉上一根网线表示支持。但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它才刚刚开始，人们没办法体会到这种便利性，它最大的应用是在工业上，普通人更没办法第一时间体验到它的魅力。没人在乎30年之后这些科技可能会产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人们更在乎的是当下的感受，所以就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现象，人们不愿意去探索这条道路，甚至埋怨那些正在道路上苦苦探索的中国科技企业。什么 5G 就是骗钱的玩意儿，人工智能又是唬人的东西，云计算还不如电脑方便等等，这种吐槽在网上比比皆是。这些都是中国科技企业需要承受的一些磨难，先行者并不是总是领先的，倒在路上的先行者多如牛毛，但任何一条新道路总得有人去尝试，他们愿意为我们负重前行。华为为了发展 5G 技术，承受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压力，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 5G 标准专利，依旧还在努力为 6G 做准备。阿里为了发展云计算，全力支持王坚院士，10年花了10亿巨额资金，还要被骂冤大头，结果打破了微软与亚马逊的垄断，拿下了一个中国院士和自主研发的云技术。连我们一直在责怪的百度，其实也在人工智能上夺下 AI 10项全能的桂冠，帮助中国死死咬住美国科技巨头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企业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先行者，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走得很苦也很艰辛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，我们要做的是为我们下一代打下30年乃至100年的和平环境，所以就需要走得更快，甚至走到其他国家的前面去，这样才不会再次落后，当然难度也就会无限增加了。 5G 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在工业领域，然后才是量变达到质变，慢慢延伸到消费者领域。我们的先行者不仅要自己打磨好内容，还要带领我们的其他制造业一起探索出一条道路。任正非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对华为煤矿军团的期望是一定要为 5G 探索出一条能改变社会的道路。其实不止华为的煤矿军团，华为的五大军团、阿里的智慧农业都是在干同一件事儿，给传统产业赋能，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。这条道路有些人称为工业互联网，有些人称为智能制造，不管如何称呼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做。我们就以大家熟知的工业互联网来定义吧。老实说啊，对于这个我也是懵懵懂懂，因为它太特殊了。面对消费者，只需要解决消费者的需求问题就好了。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都是一样的，比如手机、电脑、家电的主要功能都大同小异，顶多就体验和品牌上的区别。但是面对制造业的工业互联网则不同，制造业范围非常的广，有钢铁、煤矿等传统制造业，也有汽车、飞机等高科技行业，天上的、地下的都有，环境也都不同。所以工业互联网的概念虽然一样，都是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融合，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制造业，但是实际变成企业应用的时候，就需要特殊定制，专门为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进行量身定制。那么到底该如何把 5G 的新基建内容应用进去呢？上期我在做煤矿时，有个煤矿行业的粉丝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观点，他认为华为煤矿军团注定是失败的，因为煤矿行业比较特殊，不同的煤矿有不同的情况，需要企业到煤矿下面去研究，才能定制出适合企业的路线，而华为属于高科技企业，放不下身段去实地考察，注定将失败。为了证明这个观点，他列出了很多很多的原因，但是归根到底就是一条，华为能否为企业量身定制出一个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工业互联网，而华为军团要做的就是这个，为企业量身定制。它将如何量身定制，能不能成功，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个问题里。以往华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，一般采用的是饱和式攻击的营销手法。饱和式攻击原本是苏联海军总司令格尔什科夫元帅提出的一种战术，这种战术非常暴力，就是用潜艇、飞机等武器从海里、水面和天空中进行连续性的狂轰滥炸，在一瞬间拿下对手。而华为的这种营销手法虽然没有这么疯狂，但是也有点类似，
就是集中华为公司所有资源，高强度解决客户的问题，就像一场大会战，一下子投入所有的兵力，直到战役胜利。其中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2011年时，日本发生了九级大地震，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，当时其他通信企业都撤退了，但是华为却不一样，他们不仅没有撤退，而且还冒着地震和核泄漏的风险逆行抢救基站，从而确保灾区通信顺利，这也为华为赢得了业内逆行者的声誉。还有2020年中国大力建设 5G 基站时，华为工程师将 5G 基站直接建设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6500米高的营地上，成功帮中国完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的建设。像上面的粉丝说华为放不下身段，那是真不了解华为。华为能去核泄漏的福岛，难道去不了危险性更小的煤矿？能上得去6000米高的珠穆朗玛峰，难道还下不了500米深的煤矿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华为煤矿军团在成立的第一时间就搞出了煤矿夜校，所有的成员都要学习煤矿知识，还要去山西、山东的煤矿井下实地考察和研究。以往华为就是靠着这种集团式的大会战拿下了一个个订单，才坐稳通信企业龙头的位置。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，重点是华为放弃了这种大会战，选择新成立的军团模式去探索 5G 的道路。如果说饱和式攻击是大会战，适合在成熟的领域进行大决战，那么军团就是特种兵，适合在大决战之前进行特种作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饱和式攻击并不适合用来探索 5G 道路。前面说过，把 5G 等技术应用在传统制造业上需要定制化，比常规的大会战更难，它更像一场特种作战，大规模的投入资源反而没有用武之地。华为军团模式也是有先例的，而且灵感来源于美国科技巨头谷歌。在谷歌的公司里有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门，这个部门由一群最顶尖的博士组成，他们的个人能力十分突出，不仅要会研究前沿的科技，还要会做具体的事物，相当于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人才。这些博士组成的军团就像特种兵，他们作战能力是十分的强悍。但是微软有30000员工，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开发效率甚至比不上谷歌的2000人，两者相差10倍。华为的军团就是根据这个灵感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演变而来的。他把技术研究的科学家、技术专家、产品专家、工程专家、销售专家、服务专家都集中到一个部门，那么这个部门就和谷歌的博士军团一样，同时具备了搞研究、搞产品的能力，而且还能将产品应用在不同的行业里。业内人士将这种过程称为赋能。我举个煤矿军团的例子，这样大家会更有印象。煤矿要做到智能化其实并不复杂，只需要将煤矿下各种设备全部都连接起来，再给他们配上一个统一的大脑和控制系统来操作这些设备，就可以做到智能化。其中啊，很多技术都是现成的，控制设备的大脑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，连接设备的是 5G 技术，系统则可以是鸿蒙操作系统。这些都不难，难的是设备。煤矿里的设备一般都是7国8制，什么接口都有，5G 技术没有办法将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，而且一个设备就有一个控制系统，也没办法让鸿蒙系统来统一控制。所以华为军团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，他们需要和煤矿企业沟通，了解他们需要什么，需要和生产煤矿设备的厂家沟通，了解设备是否能够安装统一接口，能否与鸿蒙系统连接等等问题。这就是华为军团要做的事情，他们就是要做一把尖刀，没有路也要一路披荆斩棘下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华为能做到吗？我想大部分人关心的还是这个。其实华为是具备这种能力的，华为的5个军团本身就是从华为自身衡量之后做出的决定。但是从军团的任务也可以看出，想要成功不是华为一个人的事情，而是整个行业里的产业链伙伴的事情。就像很多人说啊，华为是去抢其他行业伙伴的饭碗那样，这样会让很多人失业一样，总有些人是有顾虑的。但是这种顾虑就和汽车刚刚诞生时一样，人们担心马夫和铁蹄匠会失去工作，结果汽车诞生之后反而在钢铁的制造业上产生了更多的岗位。工业互联网也是一样，它提高了制造业效率，的确会对劳动力减少需求，但是也会在信息技术方面诞生新的岗位。而且啊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，不是说今天转型明天就转型成功的，而是长达10几年甚至20几年的过程。那时候大家差不多也退休了。工业互联网还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减少制造业被卡脖子，中国的产业链反而更有市场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工业软件和一些核心制造业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以前国外企业将设备和软件捆绑在一起售卖，想要购买设备就得使用设备搭载的系统，一旦使用这项系统，这套制造业上的其他设备只能选择与这个系统匹配的设备和零部件，导致国内的一些企业明明可以制造出设备，但还是没有市场，只能破产倒闭。但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后，国内工业软件和设备市场份额反而增加了。
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有决心，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不能解决的。如果中国产业链能形成一条心，不管是华为还是其他企业，完全可以解决中国制造业卡脖子的领域，甚至为我们的后代再谋出未来30年乃至未来100年的未来。到那时，或者正如任正非说的那样，同饮庆功酒那一天，于无声处听惊雷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都看到这边了，麻烦给点个赞呗。接下来啊，我会详解华为五大军团，大家想看哪个可以留言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